个话 Elsa 过气，边个话 Elsa 嘅公主衫小朋友先中意啊？2月28日踏入30岁嘅 Angelababy， 近日就喺生日 party 上面约埋一班闺蜜一齐 cosplay 公主，场地布置得非常之有童话 feel， 有城堡同埋粉红色嘅蛋糕，仲有粉红色气球嘅 backdrop。而主角 Angelababy 就戴金色假发，着上蓝色嘅公主裙 cos Elsa。做咗妈咪仲更加有童心、哦、其他朋友都有扮成白雪公主、灰姑娘、睡美人等等，连细佬杨凡都着埋公主裙，反串长发公主，非常配合啊！唔知道会唔会又掀起一阵 Elsa 热潮呢？